周老师啊，说你的儿子对出席戏各位的开始大哭啊？对啊，因为以前的人都会听到，就是喜欢说啊，迄囡仔的安尼肥肥啊，饲了项链项链较高追嘛，所以应该讲四个月的时候就很胖啊，拖出去，大家都嘛饿了，哎呦，这囡仔这项链这高追，所以从小一直都是望那个养得安尼胖胖胖胖的就，但是就是从此就。真的是瘦不下来，到了好像是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大家都说弄给胖小子了，大口袋就这样子，就有这些。那回来就会开始，就有时候可能会在学校会被霸凌或怎么样，就会不太高兴。慢慢慢慢到了国中，到了大学的时候，就换我开始紧张了，因为我一直都是没有那么胖，但是我们就开始在帮他减回，所以这个减回的过程中就是会帮他减回，那减回我们就会找医生嘛，找什么就在找这些医生，但是有时候他吃些减回药吃了以后没真的瘦下来，可能瘦个一两公斤就一直瘦不下来，那就开始他会有一种自暴自弃。我想也是可能是周老师你行李好了其实我们以前的观念都也是囡仔希望个肌肉肥肥啊，人个出来饿了，哎呦，安尼高追，安尼不准准嘞，吼，表示咱看透。囡仔三八八个，哎呦，嘿，囡仔饲家呢，安尼黄生这样子不好，所以以前都会把小孩子养得胖胖的，那个感觉就是带出去，人家来饿了讲，啊，你这囡仔不准准，干嘛咱救民主啊？就是这样子的观念。但是到了他大学的时候，啊，哎呀，他感觉讲，哎，出去。因为就是会，因为胖真的有时候真的交不到女朋友，不容易交到女朋友啊。就后来就开始，我也觉得也应该要帮他减减肥。他的那个胖的程度，就是跟现在的闪亮亮是差不多这样子一个。真的吗？就这样子的。嘿，闪亮亮现在多少？我最近超胖因为我自律神经失调太严重了，我昨天量体重95.3，95.3。他可能没有，因为他可能173左右，但是85、88这样子。我166。对，也算是很胖了。那后来因为就这样子，也一直减不下来。我为了要让他去减肥，什么所谓的很多那个名师，因为我们常常在这里会碰到一些人家介绍，有一些减肥名师嘛。我都有去帮他参加，我自己也会跟着去，那就是帮他参加。但是每次他都。瘦的是我，他没有瘦，他瘦不下来啊！而且更严重的就是，他不止不瘦，他就是瘦了一两公斤以后就往上再增加，越来越胖。为什么？就是溜溜球效应啊！就不知道，就越来越胖。那个减肥叫做溜溜球效应，就是说你用不正确的减肥方式，然后你会瘦。比如说你可能是80公斤，然后你可能三个月之后你瘦到75，可是你这5公斤你可能是比如说不吃东西，或者是说不吃淀粉去减肥的，你减5公斤对吧？结果你开始慢慢觉得，减5公斤干嘛？好像可以休息一下。我有那个咯，有空间哦。对对对，然后他会下次复胖可能就会胖到82，就变得比原来更胖，就会跳起来，有点像溜溜球，就是说第一个你减速度太快，第二个你减重的方式不对，你就下次复胖会比你原本要减肥那时候的体重再更胖，这样子，就像溜溜球这样子。因为这样子，他后来他就有一种放弃，他就不减了，干嘛减？那我为了他去减肥，还一起去那个健身，因为我去健身就是因为要。带他去健身，结果健身到后来，他现在他没有在健身，是换我们两个脑袋在健身。就这样子，因为他会有一种放弃。啊，干那个替伊减肥，安尼开偌济钱？应该30-40万，跑不掉，跑不掉，真的跑不掉。因为上健身房要报名，对对对对，迄都爱10几万去啊。那。好，就这样子，他一直就他自己也放弃，我们也就算了算了，就放弃了。但是今麦有一个阿孙呢。你知道吗？他自己坚持哦，这个小孩子几公斤，多少体重，多少身高，他要吃多少奶，他是固定的。啊，我觉得小孩子这么可怜，怎么这样子？有一天晚上，我是自己的，是不是可以不知道？因为有一天他说要9点才要喝奶，但是他8点多小孩子一直哭一直哭，要啊，要一直哭一直哭。我因为我们的经验就这小孩子一定是饿了嘛。饿了，那就说9点才吃，8点不能给他吃，这样子不行啊！听到明明的要，我就说啊，不然偷偷的，我就先泡60给他吃好了，因为他说他是吃120，那我就先泡60。60吃了他还哭，啊没饱了，我还再泡60，过60回家，紧紧的假刷，假刷，那还给你烤。
吼，食煞咱即马甲牛奶干那都已经空啊，都甲摕起来，无会输空气，都甲摕起来，过来哭，你甲摕掉伊就哭，啊，怎么办？偷偷再泡30。再泡30，哇，那比冰红茶凉过多啊！对，再泡30啊，那个30吃得更快，因为那个30一点点，噗一下就没了。哇，那怎么办？又给扭开，又靠，想说不对，再泡30，就泡4次，再泡30，结果那次就吃180，那天但他就好了，那就睡了、啊。嗯。结果我回来我说，你看那小孩子都吃不够，我给他吃了3-4次，赶快180哦。哇，他就开始骂我说：“医生说怎么说说说一定要怎么样子那个，诶、欸，爱多大汉阿瓜，诶、欸，就是几个月多重，一定要配合他的卡路里，要怎么样子，不能这样子，以后如果跟我一样这么胖怎么办呢、啊？我没有那么个钱让他减肥。有一种就是阿嬷，有一种瘦叫做阿嬷觉得瘦，有一种饿叫做阿嬷觉得饿。哦，你知影，你看到囡仔你树林吼，对啊，一堆弟弟树林，哦，你嘛种成就感咧，树干呢，啊呢，都无啊，空啊，真正拱啊，都空啊。然后他会放掉，让他再冲，再有办法再吸这样，然后他再喘一口气，没有成就感哈。